所以讲咱这江中戏的物件哦，开心啊真好。啊，那叫我希望哦，我是咱台湾这个江中戏哦，啊，尽量是卖好，无伊还要紧。尽量爱好存在啦，对，这款物件哦，就是咱文化以及个根本哦，爱顾掉。兄突然闪出一员的手杖，来者是谁？大金国小殿下阮南阮龙，来者可是对手甲辉吗？不错，人当甲辉，也把欺负王，让你检验看卖，伴随将兄相手来。哎，这些观众，我来介绍咱这江中戏。哦，咱江中戏啊，咱古早时代哦，嘛是对大陆泉州来传的。啊，传到这个时阵，讲真多，人家真百年，我知影有啦。啊，有只百外年。包括你啊，我只要看起就人家老人的哦，这个江中戏艺术哦，因为无哪个话好，干那怎讲就是江中戏啊，你啊，啊，因较早我是无啥知影，较落尾手啊来哦，我则感觉讲哎，咱这江中戏啊，就是咱台湾靠你发的源。人打新闻里，赶紧县官导航，如若不然，他在手上双棍腿的厉害吗？有何才能？看我的双棍腿！哎呦！咱较早哩一般农业时代哦，你看人真多，有农业时代啊，对唔？农业时代有的最传最多的就啊，就标棍啊，对。无什么鱼量啊，啊，无啥鱼量，拢嘛去咧庙口里咧看去啊。对，啊，咱台北唔是，刚才我靠背落去讲的哦，台一岛的人去，明仔载你无来看袂使。啊，所以讲就安尼一直搬哩搬啊，啊，人愈看愈多，愈看愈多。咱台北我都无休困的啦，一工搬个一工一直搬去就对啦，啊，就多人请啊，要看你这边。不管人来看很多，哦。炎炎烈烈好将仔，巍巍默默点色黑，飘飘昂啊挥草杆，嘎嘎将雄，太可来。我十三个就有啊，十三个无干那看呢啊，老爸无时间能够教来，对，安尼讲一直看对。我六十几岁哦，当个地格的，对，再看到讲哎。咱台湾布袋戏哪安尼？什么才看安尼啊？你啊，对，五十年前你也搬安尼，五十年后同款也是搬安尼去，安那袂晓改进呐？因为我那个想着，安那对着这红啊，我拢真注意，我真爱要训练。你们该当作红啊，你该请唔通？你该当作人。咱的灵魂来。灌对红啊，老人你咪在说，你若无甲灌住，绝对戏搬出来哦，袂投机，
还阁无感情，无甲传承啊，拢无啊，你莫请咱爱死死沉沉啊，对，啊，伊咧讲话，伊咧讲话哦，伊拢无咧甲听啦，妈你东方我无咧管。啊！你若讲讲到金工艺哦，金工艺你嘛是最传统的物件提出来，你才有叫金工艺，无嘛没有啊！哦，啊，咱传统的物件看起来真好，哦，啊，咱要来改这个创新的物件哦，你若无这个传统的物件，将个旧的物件提出来来创新，哦。在五公零堂会重新。啊，但是传统的物件吼，唔是讲拢好就叫毛歹啊，啊歹做出来拢该改欣赏。啊，不过内景就较好。啊，甲天水传统的老面入去，安靠环境啊。啊，所以讲，那所有这个红爱物件啊。我真爱研究，你讲讲红啊，但红啊衫、红啊帽拢同款。哦，教因大陆寄来了后，我拢有去改。你讲不管买啦是啥物，我拢去改，改较好看就对了。你布置个一些物件哦，我烫我就拢会晓。我要做刀啊，做椅啊，对。啊，所以讲我唔肯，因为咱。传家秘传承啦，世源老不休啊！食过我老，我就袂休困。我继续要甲伊传落就对啦，对，传到我袂传为止啦，安尼就好啊。拜拜，谢谢。